手机呢，我爸都住院了。你咋不管不问的呢？你爸住院了，住院了就住院了吧。不是，我爸都住院了，你咋还幸灾乐祸的呢？我哪有幸灾乐祸啊？那你是干啥？赶紧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去照顾我爸呀。照顾你爸？啊，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许去。那不是还有你哥你姐吗？哪轮得到你啊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还不能看到我爸去了？不准去，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。你有种，你不去啊，我去。你站住，不准去。你要去咱们就离婚，我不跟你过了。你讲不讲理啊你啊。东东，小雅，我在楼下就听见你两口子在吵架了，怎么了？书记，你怎么来了？书记，正好你来了，你给我评评理。我爸病了，你说他不但不去医院照顾，还不让我去。你爸病了，你怎么不去照顾你爸？还有心情在家里吵架，我不去。你岳父平时对你也不薄，对你也挺好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是，我岳父平时对我挺好的，我对我岳父本身也没有意见。那不是有他哥哥他姐吗？他也不光只生小雅一个女儿啊。他爸病了，你怎么也得叫他去医院看一看。你呀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我还是我妈辛辛苦苦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呢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拉扯到。你这孩子，正在谈你岳父的事，怎么扯到你妈身上来了？你也太不懂事了。书记，你问问小雅，她自己做了什么事，她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做啥了？你做啥？你自己心里知道啊。你。喂，妈。喂，东东，你妈生病了，你哥你姐都过来了，你妈就是想你了，你能回来看看她吗？爸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。小雅，小雅，干嘛呀？小雅，我妈生病住院了，想我了。给我打了好几遍电话了，我回去陪陪她，行吗？咱们家现在活多忙啊，你这种谁干活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去啊。小雅，你说你啊，叫我怎么说你好？再忙双方父母也得放个首位，现在你爸病了，你自己也得换位思考一下，当时东东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咱俩现在就回去看你妈，回去啊再看我爸，行吗？不用了，我妈已经出院了，咱们还是先去医院看看你爸吧。你看多好，多好的小伙子，多懂事。谢谢书记，那我们就先去看我爸了。快去吧。嗯。